床了，闹钟都叫成这样子，都已经。都是这种毛怪美女的，那个林依晨啊、林志玲啊，国外的女明星更是。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没有自信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要怎么行？放我一马。朱家乐，你们跟我一样有毛手毛脚的困扰吗？我因为好歌喉带给我好自信，所以不会感到自卑哦。谢谢。